了，第二回合来，张明慧。最爱军中情人哦，军中的情人应该是。较早有法度红工作军中情人，你也当共鬼啊不？有啊，方季韦，方季韦算吧。对啊，林慧萍算吧。林慧萍，好，邓丽君小姐算不算？算吧。对，金瑞阳，上届这应该是邓丽君啊。嗯，对，邓丽君小姐一个是君在前哨，不过你个前哨的是这边的前。第一线，哎，第一线，对不？够什么人的歌叫做什么前哨的？嗯，无嘛。对，林志也带前哨，无嘛。好啦，来阿妹双瓜来，阿妹先来派人，先派人。对对对，军中情人嘛。哎，甜蜜。上届经典的邓丽君，阿妹我第一个先派后里邓丽君、翁玉君。哎呀，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像。有，我跟他同台的时候，他有模仿过邓丽君给我听，很像，声音很像。哦，这可以哦。好，过来嘛是诶，长相甜美，而且头一个来咱的节目诶，贾子慧。哎呦，子慧哦，对，子慧。好，那还有吗？过来，当然是女神嘛，也是女神级的，向慧玲。哦，哎，哇。哎，如果你说翁玉君还好，贾子慧跟向慧玲的资历，那个在军中应该是将军退伍了，其实算老兵了，三等士官长。安尼好，这三个人要唱什么歌？邓丽君的歌有什么歌？好的，子慧姐来唱《但愿人长久》，然后慧玲姐是《我只在乎你》，翁玉君带来我也非常期待的《千言万语》。哎呦，去拍一点综合款，这三首歌大概。拢会样唱，来，朗朗上口。先来这个，我只在乎你，来。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時の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情意。
明月几时呀？几时呀？把酒问青天，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望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有学过，你干嘛这样啊？跟着小周老师呢？哎，你跳进来让我想到马雷蒙老师。来来来来，哎呦，哎，刚刚那种感觉哦，真的是有回到以前那种，有到军中绕军的那。你有绕军的经验吗？我没有。来来来，讲一下
闷弦，你我感觉团那一段哈，团那是这样，团那一段，这是团的，他们的口音啊，团就是刚才啊，团都啊，团都啊一段哦，团都啊一段，听起来非常的享受，而且呢制作单位有够厉害，有够够安排，你感觉吼那种三个无同款年代的邓丽君徛伫台顶，讲话小心哦，三个无同款年代，三代同堂歌曲啦，歌曲，但是呢有一幕，因为我这里侧后边侧边哦，我突然有一幕。突然好感动，哪一幕？因为我看到紫慧姐今天的那个衣服是阿布吗？对，跟没有跟她的侧脸很像以前邓丽君登台的那个衣服。然后我想说，哎呦，那邓丽君很脸啊呢。本来已经这样是有用心呐，你是雕钢酸浅啊呢，这样子比较符合唱这种歌曲，有一点旗袍式的衣服，对不对？我们跟伊谈到唱一首歌是邓丽君的唐诗来的歌曲，一个上面独上西楼。刚刚这个歌应该是杜心田很喜欢吧？因为张学友有翻唱，对啊，你看啊那个最后那一首歌叫做什么？千言万语。我改讲千言万语，我马翻唱鬼，我有翻唱，真的，但是不红。那这边呢？来这边来，子生跟心田讲。我觉得这三首歌选得很好，都很适合这三位女神来诠释。那我觉得慧琳姐就是她在，就是看起来这样子很骨感的感觉，我觉得一定会让阿兵哥们更想要保护她。疯狂。对。我爷爷卡嘛就等哎。对啊对啊。我们刚刚这样看，哇，安心雅还是有敌手。哎，可是我如果是阿兵哥，我看到向慧玲，我会觉得她是司令官的老婆哎。啊？为什么？就是她有一种贵气哦。哦。你刚才说我们是老将军吗？哎呀，子生，你觉得？我跟心田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回想到自己在当兵的时候，如果三位女生的话，第一个出场绝对是炸掉。今天给咱是女神呐。对。哦，所以女生为主啦。女生为主，这三个女生。来，那个我们欣雅讲一下，要选一个。没有，你先讲一下你刚刚听完这三首歌的感觉啊。我听完这三首歌，就是有那个回忆涌现，就是以前在听邓丽君女神的歌的那个回忆。然后我觉得三位女生都诠释的非常好。就老公哎。真的啦。官方说法。真的啦。啊，哪一首你最喜欢？但愿人长久。因为王菲有唱过哦，对，然后我觉得那首歌很难唱，因为它的那个字跟字之间的那个音，我觉得接在一起很难去诠释。然后我觉得贾子慧诠释的超好，我好喜欢哦，谢谢。对，所以我选好了。所以就是贾子慧，所以你喜欢的是贾子慧来唱这个歌。对，但是我嘛要讲一个实在啦。我第一摆听贾子慧唱国语歌，我以前听他的都是台语的，而且那时候他很小，对，囡仔尔，还足久啊，我第一次听他唱国语歌，而且我强调的，唱国语歌不台语腔不简单，哦，演艺圈有这些人唱国语歌得有台语腔，谁？谁？好好奇哦！你说这谁人？你现在讲三个好啊？我讲三个就好。我讲两个好啊。好两个。哎，我讲三个啊，五百一个嘛，对不？五百台语甲国语拢同款嘛。OK， 好，第二个陈升嘛，对不？那拢我的朋友啊，给他下。不怕得罪。第三个。我。无啦，哎，以前是真的会很会觉得说安尼唔好，但是。伍佰老师出现，拢无差。对啊，伊个台语国语拢安那唱拢无要紧。你说你爱的不、欸？奇怪，那大家拢会讲吼。奇怪，够厉害。好，安尼就是这一回合，安尼那就是圣诞的女神。恭喜子慧，好，大家表现都很好啦。